我是刚刚练合掌的阿爸，2012年了。9月7日，7万，8:18，手牌的是4104。6080江华东线，来往台东。我三千零是二连面组3003的 PM 豆藤药，红色带新能级单号是104树林发射江华东线台东，超有资质单。三千零是二连面组3003的 PM 豆藤药，红色带新能级单号，在七堵站确认已经通过了，也有的410来确认通过。有1171回送，用三线回送，基隆7171有修完线，回送基隆的更光测试版，用3112看见你26偏豆腾，四色彩色新成绩单。哎呦，你靠！确实打台湾吧，那就先打好了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好的，22分了，拜。9月7日，感谢再见，拜拜。